的东西就是很轻的，是我自己想要玩的，而且我还能玩到第一名。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变成今年的总冠军。中文 hiphop 有版图，我会在最中间。开山始祖再次，海福快过来拜见。姚和苏，不管是健身房还是说唱，我都给你好好招待。I don't need no chain, cause I got you respect. 我是，我用 freestyle 赢他。我们都要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是生命当中的伙伴。我们五个人聚成一团火。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选择了做 hiphop。所有的人。Respect， 我们不是为了竞技来的，我们是在为了 hiphop 而竞技。我觉得这里不是我的结束，这里是我的开始。最亲，无敌，我的天界。